谢谢委员的指正，这么错乱到这个地步，主席当然也有在护航。最高的食品安全的主管机关可以为厂商发声明稿，而且在国会殿堂上帮他发声明稿。你是也细汉嘞，你让好人请。南王的声明里头，它的内容是蛮正确的，而且内容的叙述很清楚。你们帮他们的内容背书的意思是这样？你帮他背书，你凭什么帮他背书？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主席当然也有在护航啊。其实，在调查很多的事情，这个是其中之一，所以没有时间写报告嘛。所以这个以后可以改正嘛。赚的比较多，大声一点嘛。当然会比较多，当然比较多嘛。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你胡说八道，你点头啊，部长，你搞不清楚啊，一瓶是卖多少？那厂商为什么要去增加户数？你觉得增加户数，他会赚的比较少或比较多？你觉得呢？当然会比较多，赚的比较多，大声一点嘛。当然会比较多，当然比较多嘛。这获利变成多少，你知道吗？你会不会算81%？哎，不知道哦。半月之内租不出去之后，他就可以出售了。那卖一瓶是卖150,000吗？你胡说八道，你点头啊，部长，你搞不清楚啊，一瓶是卖多少？你觉得合理吗？啊？你觉得合理吗？你不要发呆啊，你告诉我啊。食品科技是一种科技上面的工具。委员不让我讲话，所以我现在不确定你是不是要我好好的回答。委员是否容我讲一两句话？食品科技是一种科技上面的工具。委员不让我讲话，那就只是要污蔑蒋委员、蒋政委。不是，我只是提供我这边，你可以去查。对，但是你并不想听我的说法。院长，因为我下面还有其他问题，那我就尊重委员继续发表你的意见。如果可以成立海洋保育署，委员刚刚说你时间很宝贵，不希望我讲话，所以我现在不确定你是不是要我好好的回答海洋保护署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院长，我的意思是说，但是这个问题我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委员不知道我要回答什么吗？如果委员不知道我要回答什么，我愿意回答。院长，你在跟我赌气吗？心情，心情，哇，没有哇，对不对？你的报告都没有哇。刚刚等你 A 啊 A 起啊那样，会习惯了是不是？总裁，所以你的心情就这样子，没有其他了。对于第11个 A 的心情就是这样，请大家一起努力，是不是？心情啊，哎，有没有很 exciting？ 老实讲，报告每次的报告差不多都这个样子，就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然后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惊喜，不会让大家惊喜说哇，没有哇，对不对？你的报告都没有哇，有没有什么地方哇？有没有？没有，这稳定不能哇，是的，对啊。好，这我们有一个哇嘞，今天有一个哇嘞，就你表现那么亮丽，你上做的那个总裁数，没戏没戏，看怎么样？总裁数啊，总裁数。这个每年进口的食品不知道有多少，除了油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品项。我告诉你，多少的贸易公司，我不归位，我不管。包委员，我比你高尚。一公斤多少钱卖给台湾？不清楚。你知道日本养几头猪吗？不清楚。一公斤买多少钱？不知道。不知道你们还讲得出口，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委员，我们这个每年进口的食品不知道有多少，除了油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品项。我告诉你，多少的贸易公司，我们不可能。你在这里，你这种叫不负责任的王八蛋官员，你这个不是王八蛋，难道你还会是很高尚吗？包委员，我比你高尚，就有点像恐龙，好像恐龙。那么我们讲的恐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动物这块土地你看起来就有点像恐龙。好像恐龙，那么我们想到这个恐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动物，把它创造世界级的一个恐龙教育公园。我本来是以为说里面有没有一些植物或者是跟恐龙相关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没有里面没有，就是茂密的森林，看起来像恐龙。你那混吃等死啊！搞了那么久，你不去把它搞清楚啊？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告诉你，我就懒得理你了。现在目前的结余是多少钱啊？那么到102年度这个终了呢，它有这个蛮大的一笔季度的这个这里边呢有10.67亿，其中这个就是结余。搞了那么久，你不去把它搞清楚啊？你们在混吃等死啊？还在那边等着，还在那混？你什么时候收集完？你的预算什么时候过？
你收集不完，我给你保证，我保证不会让你预算过。我不是威胁你哦，我不是威胁你哦。那个苏委员如果不吃那个。医师帮会理事长的话，麻烦你的问题就会简短一点，好不好？所以说我要直言说，因为这些问题在国内，你是代表候选人还是代表你的媒体？我要好，麻烦尽快。